吃东西，只要走进去说我是威廉的阿姨，他就可以直接有位置就坐。你今天讲出来会多了很多个威廉的阿姨，所以就是太好吃，对，太兴奋，然后太实在，太实在，太有文化，太有文化。说得好，谢谢克群哥。我们以前经常很多时间都在香港工作，那我们一开始很喜欢吃港式的点心，我们又很喜欢吃香港的茶餐厅奶茶，所以这次代理的泰兴茶餐厅。为什么会觉得说它一定要必吃？因为呢，它的外表带了一层厚厚蜜糖还有焦黑的口感，是在台湾吃不到的。一个茶餐厅能做得好不好，就看那一杯奶茶。香港奶茶是一个他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，他为了要保存那个奶茶的味道，他也不让那个冰块融入在那个奶茶里面，所以大家如果去看的话，就觉得哇，它是一个非常高刚高喝的一杯奶茶，但是你喝到那味道完完全全是香港的味道。